这个是什么字啊？山，这个呢？念土，哎，这张呢？念四画，那就念少。哎，对了，这四画，嗯，是月，几画？月，少。把钱还给我。听不懂你说什么呢？请你把从我那儿偷走的钱还给我。你说的是哪国语言呢？你不要再装了，我已经到银行去调查清楚了。这件盗窃案唯独的嫌疑人就是你，你一个堂堂的小学教师，连这句话都听不懂吗？是啊，来，弟弟，来，出去玩去。我说的是听不懂，听不懂世界上还有你这样的男人。哎，你这个人怎么偷了我的钱，你还有理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们是合法夫妻，是不是啊？你的钱就是家里的钱，我可以随便支配。啊，偷这个字，只有你这样龌龊的人才能干得出来。哦，你把给孩子留的肉票你就偷走了。好，你要说我偷，我是偷了，那也是你先偷了我的肉票，所以我才偷了你的钱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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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承认偷了你的肉票，那这么说，你也承认偷了我的钱了？那好，咱们两个罪行都已经败露了，那咱们两个都悔过。那好，我刚发的肉票，刚发的肉票，我好，我偷了你一斤，还你两斤，我加倍还你。哎，但是不要你加倍还我，只要你一分不少的还给我就行了。来，还钱。我才不要你的肉票呢，我嫌它臭，要钱没有用了。你这个人怎么是个无赖呢？我无赖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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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算我无赖，我无赖也是跟你学的。我告诉你，要钱是吧？没有，全都还光了。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，你还不还？砸？那边还有俩呢，全都给砸了。你还钱？谁写的？写的什么？我一概不知，我只负责中转工作。那你再负责转回去。真服了你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省得让人家说你跟中文系的那个女生一样，直接把信交到系里去了。不过这种人啊，往往从来不考虑别人的得失，只想到自己的利益。可这种人在生活中呢，往往又特别吃香。你说这种人，我还真认识一个。谁呀？我一个同事的爸爸。一个同事，让我猜猜是谁啊？又是露西吧？只要咱俩一聊天，你就是露西、露西、露西的。听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，还当是秘密？没那么夸张吧？哎，是老师教的。你不接受这封信，是不是因为那个露西啊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我真的忘不掉露西，但是我又必须把她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。他马上要跟别人结婚了。你说，陆西他这人也真是的，什么事都让你来做。他自己干嘛去了？不就是结婚吗？连朋友都给忘了。星子，露西和水香吹了。来，是的，水香你真行，真是好福气。哎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！水香说话人人有份，是吧？水香，人家都有份。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大家别抢，水
香说了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大家都有份，是吧，水香？水香，你嫁的是卖糖的吗？你什么卖糖的？人家可是市委处长的儿子，叫赵建设。是吗？是吧？你还知道啥？都说说了。还知道呀？人家是个独生子，在物资部门工作，把他呀当宝贝似的宠着。是吧？哎，水香，昨你跟露西还出上入对的，怎么一眨眼就成赵建设的老婆了？哎。你吃糖吧，糖还不吃呢。来，我糖，我糖，我糖。元志，我要结婚了，你不祝贺我吗？嗯，这糖真甜。吃糖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一块吃。你怎么拿这么多呢？你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没有，是我拿，他拿的。哦，小孩儿，别激我，别激我，你别激我，你这。祝贺你，祝你和赵建设白头偕老。谢谢。吃个糖。现在还有糖，糖糖。来来来，给我一个，先有个，先有个，这还不够呢。抢哪？上抢！我不抢了，大家都帮我抢点糖，好不好？今天不可惜，让沉的能量等下来。哎，叫你呢，你没看见啊？你叫我，我就看见了。一只猫，它下不来了。它下不来就是不想下来呗。你把它弄下来啊！我为什么要把它弄下来？它没说它要下来。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还愣着干什么呀？我是在想它是怎么上去的。给我，你小心点，他害怕。哎，
你接稳了，别把它掉下去。嗯。那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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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哥，嗯，把你的毛巾借我用一下。快快快！哪儿捡的？就在外面的草丛里。能养吗？我不养，我把它洗干净了就放回去。是谁啊？站里一个工人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露西。露西，这人挺好玩的。好玩？他可是哥的对手啊。什么对手？哥要是这次不来这儿啊，这个位置就是他的了。那你让给他得了。让？你以为小孩子过家家，说让就让，真是。那反正你在这儿也没打算常干嘛，对吧？那得有个过程啊。哥哥得干出点成绩，让人无话可说呀。干嘛那么麻烦啊？哥哥这次来闲言碎语很多呀，就连站长也明里暗里跟我作对，我得找一个帮手来帮我才行。哎，那刚才那个露西不正好可以用吗？嗯，她也是我考虑之列。哎，星子。你参加学校演出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嗯，我不想参加了。为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会，我参加干嘛呀？怎么不会啊？中学时你不是在宣传队吗？哎呦妈，那不一样。哎，到哪儿去啊你？哦，我出去一下啊。什么事啊？你给我管了。早点回来啊。小西，小西，出去跟永志他们玩会儿，别躺在这儿了啊。妈，我想一个人看会儿书。懒虫，啊，快起来，有任务给你，快点啊！哦，你们俩聊吧，我去买菜了啊。谢谢阿姨，再见。那个，我们学校要搞一个文艺汇演，我想让你帮帮我，找一个什么节目。你不会不帮我这个忙吧？会。对了，我还得提醒你，我这个学生特别笨，你必须要有耐心。那我教你点什么好呢？你那么笨，唱歌、跳舞、样板戏，太难了，我哪有那个天分呀？那。教你口琴吧，这个简单。好，我们就先从最简单的音符学起。好。你试试。是这么难吗？差不多吧。果然很笨。不许笑。这儿。
这首歌给我听听吧。好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犹抱口琴半遮面。口琴？妈，你别怪我啊，我不知道一文要来。这孩子说的，好像我就会骂人似的。阿姨，这就叫爱之深，责之切。星子多幸福啊，我羡慕的还来不及呢。星子，猜猜看，这次啊，一文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我猜不到。你不是一直想看电视吗？嗯。哎呀，真的是这样。是啊。想不到你会高兴，天天闹着要电视，指标多难搞啊！这一次啊，一文可是帮大忙了。妈，太好了，以后可以天天看电视了。谢谢朱一文，作为奖励，我们欢迎你天天来看电视。人家才不稀罕呢，他们家啊早就有了14寸的呢。阿姨，这次可惜啊，只搞到12寸了。下次有机会直接就搞彩电指标吧。不用了，这就足够了。哎，你刚才说的话算数吗？我刚说什么了？你说欢迎我以后天天来你们家看电视。我没说天天。花雪月。起床，笑啊！妈，嗯，你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星子怎么没留下来吃饭呢？啊，他说他要回家吃。买那么多菜，准备包饺子呢。你，我们俩可没什么。什么没什么？就是没什么，你可别多想。我没多想。嗯，要是一切能从头开始该多好。是叫露西吧？啊？每天的派工单啊，不是都是签名吗？还没记住名字。我只记着是贾小队长的名字。啊，那就够了。找我有事儿。嗯。这单子上的活儿怎么没完成？这好像是乙小队的单子。哦。
沉得住气。哎，赵亮老师，我都不认识。说他要来，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星子，是你啊？让你失望了？没有，你别那么敏感。你以为会是谁啊？我也别自讨没趣了。我不懂口琴，随便挑了一个，希望你用得上。哎，你怎么？拿着吧，不就是一个口琴吗？我都不知道。别说谢谢。对我来说，道谢和道歉一样，都意味着距离。等学艺成功了，给我开个，专门的演奏会就可以了。这个要求是不是太奢侈了？你对我真好。因为你知道。好了，你快去用功吧，我也得上班去了。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再见。妈，哪来这么多桃啊？我原来一个学生送的，我说留几个，结果他把一筐子都给留下了。星子最爱吃桃了。我就知道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给冰冰留几个，其他的给星子送去吧。那我爸呢？他不配。你还是给他留几个吧。你成你的情，我不跟他拉拉扯扯。怎么？行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就这几个，行了。这样，我把这些桃都给星子送去。不没车了吧？没事，我骑自行车去。哎，那你要当心啊！哎，慢点骑啊！好嘞。哎，你这桃怎么办啊？陈鑫不在，那是什么？水果。能不能这样，我把这些水果先放您这儿，等他回来你帮我给他。大妈，这里头没炸弹。我不是杰西敌人，真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你有自行车吗？这桃不是。有。工作证。这是你吗？这当然是我了。这桃都卖到学校了。他怎么造成那么的人胖，也没你那么黑啊？不是，他那不是照片吗？你衣服都一样。那你是双溪站的？对。是搬运工，是搬运工跑这儿。那你和陈鑫是什么关系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那当然，他们可是大学生，我们有义务保护这些天之骄子。你看这桃挺好的。他原来是我的同事。
最近总是笑眯眯的。哎呀，我看着他我都羡慕他，真幸福啊！你不会是也想啊？你这讨厌，你说什么呀？你肯定是想。崔鑫在吗？怎么了？这是人家给你送的，放我那儿了，我就给你送过来了。谢谢啊。是谁啊？哦，是你们那个装卸站的同志，姓陆。谢谢啊。哎，王姐，你拿两个吃吧。不用了，你留着自己吃吧。谢谢啊。没事。这回总是那个露西了吧？这人也真是的，来了也不跟我说一声，心意到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这回我都替你为难了，一个送桃子，一个送口琴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真讨厌！我让你吃，我让你吃，吃死！妈，哎，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你刚回来就出去，到哪儿去啊？我不是说了要学口琴吗？学口琴跟谁学啊？到哪儿学啊？一个朋友。哎，哪个朋友啊？哎呦妈，我又不是三岁小孩，又不是学坏，你给我点自由啊！我还不是为了你好。知道了，再见。我有进步吗？完全可以当一个小提琴演奏家。讨厌。我自己创作的。我说你有天分吗？先去收拾收拾，洗干净了到我办公室来。有些话跟你说吧。来了，露西。啊。来包烟。不是这个，要什么烟？红塔山。哟，金额不凑一毛五的啦。烟券呢？没烟券，拿钱抵吧。不是，哎呀，挺阔气嘛。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？不该猜的事情，我一般不乱猜，更不乱想。果然是个聪明人啊，怪不得很多人说你非常能干。可是。王刘并不大重用你啊。王刘不见得不重用我，我也不见得那么能干。
还有一点滴水不漏的君子风度呢。哪儿啊？我就是说实话而已。露西啊，过来做我的帮手。怎么帮？做我的现场调度员。啊，不瞒你说啊，我初来乍到的，虽然有胳膊后台啊，可是没有一些要好的朋友助我一臂之力，我是很难打开局面的。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呀。但是如果有你和你的铁哥们帮我助我一臂之力的话，那我一定能，啊，应当说是我们俩一定能够干出名堂来。你想想，其实我在我叔叔老人家那儿啊，早就听说过你了，说你们的装卸站有个叫露西的小伙子非常能干，迟早能够成气候。是吗？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两天时间，让我想一想？不，我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一个星期之后我另找他人。哎，刚才澡堂子见你，转眼就没影了。牲口也找我。干嘛？永志，我的机会可能来了。什么机会？要是有结果的话，过两天你就知道了。如果我能抓住这次机会，那我露西就不是从前的露西了。人不可能一辈子倒霉吧？真的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杏子找你了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，约你晚上见。真的？是啊。露西，露西，这回别当缩头乌龟了啊！谁当缩头乌龟了？到底去不去？傻子才不去呢！哎，露西，我转了。星子，你今天不对劲儿啊！突然从学校回来了，又去学口琴吗？你马上去哪儿？我跟你一起去吧。妈，你不用跟我去了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去找露西。嗯，我要告诉露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一定知道我要告诉她什么吧？所以你更不应该去了，免得自己生气啊！这孩子，星子，怎么样？你吃瓜子？客气客气，你吃客气。哎，星子，哎，阿姨，星子，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啊？没上哪去，我跟朋友见面去。哎，星子，过来过来。装卸站出事了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事儿啊？你听谁说的？他弟弟亲自告诉我的，说他亲眼看见的。这心里小伙子真差劲，现在的年轻可不好说。星子，星子，我真应该去你们家接你啊，省得让你走那么多路。怎么了，星子你？啊？露西，告诉我一件事，你是不是给人家水乡他们家赔了500块钱？我特别想亲耳听你跟我说，所以我希望你说实话。是，星子，真无耻。
星子都这么大，他的事儿你就别横加干涉了。我横加干涉？哎呦，她是我的女儿，哎，我生的，我养的，她就是到80岁她还是我的孩子，我就有权利来管她。这孩子啊都是你惯坏了，我你那么纵容她，我还就不信了管不了了呢。你看看几点钟了你才回来啊，那么大的女孩子总是让人操心，太不像话了你啊。哎，你这么晚回来是不是又是和那个露西在一起了？那好啊，今天既然回来了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，不说清楚你别回学校去好不好啊？我不管你们说什么，我真想让你们知道，我只爱露西，我只爱她一个人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嫁给他。也好，可以一门心思工作了。哎，哎，露西，你和星子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。别闹了你，啊！你看我像闹的样子吗？戒指，我们站新来的那个调度啊，挺有锐气的。哼，靠着后台上台的人能有什么锐气啊？我还动员我当他的现场助理呢。嗯，那是不是比装卸工要舒服点？关键是接近领导的机会多，你干的工作很容易就被领导看在眼里。这倒挺好的，小西啊，你可得好好干了啊。可是原来的那个现场助理老八仙对我挺好的，我要是去了，等于抢了他的饭碗。那怎么办？哎呀，蠢东西你！这还犹豫什么呢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人生机会不多呀，一旦错过了，就可能错过一生啊！真会算计，那你这一生不也错过了吗？哎，所以我才有资格教训露西啊！一个人把自己一生的路都走完了，再回过头来去评点，哪个路走得好，哪个路走得不好，晚了。别听你爸那套，他都是昧着良心啊，都是自私自利那一套，为自己。哎，你这个人呐！平常老埋怨我不尽父亲的责任，现在我尽父亲的责任了，你又说三道四的，你说你这种跟你这种女人简直是没有道理可讲。谁讲的？妈，我爸说的有道理啊。